司啊，这是公司。我们刚，我们自主练习，我来不及回家播，所以就在公司播了。谢谢瑜伽乐的 love，Hello 雨轩，等等会有谁冒出来吗？应该不会，因为其他人还在练习，其他人还在练习，所以不会。你不会难看，我没有说我难看，我说我这个角度很难看留言，我没有说我难看，差很多，不一样。有小伙伴吗？不、哦，糟糕，这个水不够重，撑不住。有小伙伴吗？不然我叫个小伙伴过来。现在不知道怎么叫，有点困难。快乐帮实习生树林烤鸡腿，哎 ，Hello， 练习刚结束就开，没办法啊，我们自主练习是临时的，就是临时约这个时间，我原本就排好直播时间了，但是临时约那个练习，所以就。只能在公司播，不然来不及。我太需要练习了，没办法，我很需要练习。Hello， 森森糖 ，Hello， 青苹果。余真喝的跟我刚刚买的一样，真的啊？这个啊？最近改喝这个，因为麦茶没卖。麦茶没买，该买这个了。临时的，对啊，临时约的，自己组临时约，嗯，所以来不及那个，就直播时间来不及重新用，嗯，谢谢阿米的玫瑰，你们最近练习很多，还蛮多的、啊，我觉得，没办法，因为那个。嗯，因为跳不好就得一直练习，大家都一直在练习、啊。你在公司哦？嗯，我在公司。是的。你们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你们应该知道吧？他们不是有时候在这边拍影片？背景是有人在鬼叫吗？他们在唱歌，他们在唱歌，有人在练习，有啊，我们组还在练习，但是我刚好卡到直播时间，所以我先来直播。比肺活量的地方吗？哦，对对对，谢谢芊芊的新之冠。还在加班，辛苦了，加油！星期六还要上班，辛苦。我圣诞 T 哦，深蓝色，我的圣诞 T 是深蓝色。偷休息一下，你说我吗？我也想练习，但是没办法，我太需要练习了。主播可以帮我跟你们组说加油，可以呀、啊、，OK， 没问题。耶、yeah, ，谢谢芊芊加入粉丝团。娇娇 ，Hello， 娇娇。我现在后面这个。靠着手机的茶，那个量有点少，我怕它随时会倒下去，好危险、哦。深蓝色，对对，那是深蓝色。哎，我那个，我应应你们的要求，哎，你们不是说要很方便穿，就是要很适合穿出去的吗？就是不会太，太显眼吗？
就是你们不是说要那种很一般很一般出去外面都可以穿的那种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我觉得我弄的颜色跟那个设计的都超适合平常穿的啊，就是平常可以穿出去的那种，就不会特别那个，不会太亮眼，就是很平常穿的那种感觉，对，很方便，只会舍不得而已，都买了就要穿啊，当然要穿啊。哎呦，我的网络好，我手机瞬间就烫了，糟糕！我为什么会连不到 WiFi 啊？我连不到公司的 WiFi。不会，我连到了，但是它断掉。在公司感觉比较乖。我在公司哦，我很乖，我一直都很乖，好不好？一直都乖。没办法去下次约会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It's okay. 但是你们要那个买一下我的圣诞T啊，那我第一件呢，我自己设计的第一件衣服，你们要那个跟我一起穿，要穿一下。真的，我的那个有生以来第一次设计衣服，就给你们了，买一下，跟我一起穿啦。穿着收假回云圈没问题，耶、yeah, ！对啊，很适合平常穿。Hello， 草莓酱，我现在是顺的，但是手机开始烫了，我手机已经变烫了，我怕等一下就应该希望可以好好的，有一点点烫。绑冰块在手机后面，我现在没有冰块，我已经买你的圣诞 T 了，耶、yeah, ！你很棒，非常棒，很好。考虑可以吗？哎呦，还需要考虑吗？留一件呢、啊，平常穿啊，我平常也会穿、啊，你们要跟我一起。下次约会那天我在小琉球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这次没去约会应该可以买两件，那也很好啊。一件收藏，一件平常穿。我真的觉得就是要平常穿才好，都买了当然要穿啊。手机烫应该算正常，真的吗？可是，哎，我记得我以前直播手机都不会烫，现在最近直播手机都超烫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已经订好了，很棒，很棒。要定一下，跟我一起，和我一起吧。谢谢倩倩的真情告白，耶、yeah, ！这个角度真的是啊，头低得很累，头要一直低低的。七月神仙啊，七月神仙，我还没有发。Hello，Hello， 实习生们，我要跟你撞衫，欢迎欢迎，尽量跟我撞衫吧。最近家里事情有点多，又要忙工作室，辛苦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刚刚是不是在玩手游？我刚在练舞哎。我刚在练舞，怎么可能玩？你对我的好应该不用质疑，会不会买吧？对呀、啊。最近看直播也会手机烫，太他害羞，是这样子吗？那我的手机为什么会烫？看你们害羞了吗？谢谢三生堂的 love， 这个月需要花有点多，减少一点直播礼物 ，OK，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问题啦。我乖乖提醒你，记得要工商圣诞T。我没有照片啊，我只能我有啊，现实那个，
我还我没有我，对啊，那个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成品，我自己也没有看到那个做出来的样子，我也跟你们一样是看看那个那个什么官网上面的照片，手机也在练午睡发烫。今天在外面有点忙，好，明天再看，拜拜。宇轩分心，宇轩在哪？为什么实习生有一个我没看过哎？哭啊，羊奶，Hello， 谢谢哭啊，羊奶的 Love。你知道我？我不敢太大声，因为外面都有人，我怕我太大声，等下吵到别人练习或唱歌什么的。你有分享限动就好啦。对啊，买一波啊！接下来还要生日会要准备，好好存钱，各位，不要花太多。分心了，可以原谅我分心吗？好，我原谅你。谢谢娇娇的 love， 萌新哦 ，hello， 哭啊，羊奶。工伤三血，会的会的。啊，可是我三血，我那个这个三血照片，每张都很像哎，我在想就。我这次申请自己拍照片，每张角度都差不多。我在想，我要发一张就好，还是就都放上来？但是角度有点像，就是都蛮像的，对。哭啊，羊奶是最新的，Hello， 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最萌的那一种，树林好鸡腿 ，Hello， 萌新，欢迎，就是你好 ，Mina 有没有在外面？Mina 在外面啊 ，Mina 在练习我们组都还在练习，还是我边直播边练习，不行，不能给你们看到，哦，好痛。我刚咬到了，我刚讲话讲一讲，哦呦，天啊！我刚讲话讲一讲，突然间咬到，存钱买件生日 T， 来得及穿去生日会吗？我也不知道哎，你们那什么时候会送到啊？买一件来跟我撞衫吧，嘿嘿嘿，快乐帮一起生快乐爱，哦。前辈，发一张就好，其他等收集到再看看。也可以呀、啊，我手机真的好热哦。Hello， 玉祥，下午好。他们在你旁边练舞？没有啦，没有没有，我在。我在其中一间，然后他们在我旁边的教室练习，还蛮远的，就是中间隔了一二，中间隔了三道墙，隔了三个墙。有一点距离，应该听不太到他们的声音吧。我是稍微听得到一点啊，你们应该听不太到吧。会议室，对。有新的关系图要看吗？好，我看。这礼拜留守待在营
内看直播，辛苦了，玉香加油！冠宏嗨 ，Luca 在附近吗 ？Luca 在附近啊，隔有点距离，对啊。Hello 潜水兔，挂听，好吧，挂听。我本来想说把佳安叫过来，算了。哦，我觉得我要去加点水，这个茶已经撑不住我的手机了，糟糕！我怎么去加水啊？你们要等我吗？先看个天花板。哦，我手机真的很烫哎，怎么办啊？哦，手机真的超烫的，我好怕，它好烫哦，它。留守都是叫外送，一点也不辛苦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可是假日还要工作，感觉就很辛苦。隔远一点，那是不是比较可以比较大声啊？不是啊，就是他们离我有点远，但是就是我外面就是走廊啊，走廊会有工作人员什么经过这样子，他们会经过，所以我怕会吵到他们。就我可能讲话太大声，然后他们经过就吓到的，怕我怕会打扰到那个公司姐姐们，担心。我声音会太大，怕，会怕。跟翔宇打招呼可以大声一点，听不到啦，他们隔了我三道墙壁。不是只有你们组啊，现在是我们组啦，嗯。目前是我们组啊，我们组练完之后就换另一组了，没有三组，两组，今天有两组，我们组先练，我们练完之后才换另外一组。晚餐叫外送，第一站客，哎呀，也太好了吧，哎，那还真的不错哎，还真的不错。哇，晚餐吃的挺好的。找工具梦中水，我现在叫不到人，没办法。假日军营除了打扫、站哨，其他没事做。哦，真的啊？哦，所以假日待在那其实就是没有很累，是不是？我可以帮你装水，顺便帮卢卡装水。不太需要。他们有水，你要帮安装水，他们。啊，好 ，OK， 要去吧。金云的草地是用来打草的。打扫，小易 ，hello， 关系表我晚点看，什么都不要问，就不会有事了，嗯。虾虾 ，hello， 嗨呀，贵仔，我刚刚是不是被你拒绝？没有啊，我说你去，我说去啊 ，OK， 去装水，没有拒绝你。还是要看单位，有时候也很忙。哦，辛苦。我的水我给你，帮我装。我也想啊，给你帮我装吧。在公司播吗？对，我在公司播。哦呦，天啊！你跟我说爱我。好，爱你。怎么那么突然在那边。撒娇，谢谢香香，是叶乔。假日午茶还会分组，午茶防火衣什么意思？
谢谢夏夏兴致过完。我可以去装水是吗？真的啊？如果真的有状况，哦，可是很有状况，应该很少吧？几率蛮低的吧？想玉，我也喜欢你。哦，就好去装一下，不然他都撑不住我的手机，他太轻了，一直倒。带你们去装水，可以吗？不知道。你的镜头怎么一直晃？因为我拿起来了。等一下，放回去没事。哎呦，天啊，它撑不住啊，它太轻了。啊，就这样，不要动它，它就不会倒了。我喜欢的是尚婷，大家不好意思，哎呦，天啊！镜头先遮着啊，没关系啦，他应该，反正我不要再喝他了，他就不会变更轻了。会乱成一团的是，哦，大门的，辛苦了，打开门看看，为什么？打开门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现在没有人。哦，谢谢花生神魔术的猜拳 ，Hello，Hello， 谢谢，谢谢你的猜拳耶，回猜一下。大叫之后加点喝水。找墙壁当厨房，没关系啦，我觉得现在还行，现在还好 ，OK 的。啊，我输了，耶、yeah, ，我没有赢，可惜。有人一直滑行，哦，我的天，谁一直滑行？哦，他真的撑不太住，好了，可以了。我不能动到他，我一动到他就要倒了，真是的。芊芊花心啊、哦，啊，芊芊不可以花心，芊芊花心了。哦，米娜，哈哈，叫米娜来，不行，他们在练舞，不可以，不行。还有半小时，可以啦 ，OK 的啦。芊芊花生什么魔术的猜拳啊？我想赢，我一直没有赢。哎，我赢了，我赢了耶！谢谢乔恩。你看粉红色 ID 在说什么？嗯，他说他很专情。这月的吊饰写真，吊饰，啊、哦，吊饰。哦，你说握手环那个手吊饰吗？啊，我觉得他那个吊，我觉得那个我们那个人形吊饰超可爱的耶，喜欢。Hello， 修哲，赢了耶！但我终于赢了。找姐姐不用啦，还好啦，没关系啦。25%，对啊，真的真的很难赢耶，受不了。为什么觉得你的是粉色的？哈哈，嗯，哎，我知道了，我可以，对，我可以把手机架在这边呢，这样比较高，比较好看，有没有？哎呦，我好聪明哦！我刚刚怎么没想到这个？你看这样子，我就不用装水了，我一样可以用到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呦，我好聪明哦！天啊，我好聪明啊！这样就不用靠它了，真是的。一开始我没有想到，我怎么那么聪明？哎，放在这就刚刚好了，不错。今天在公司，对呀，每个人高都一样高，
那个没办法。啊，聪明，好聪明。聪明丹丹，耶！最后买了三个吊饰，哈，寄给安安。你说我的吊饰吗？你把我的吊饰寄给安安，真的假？那么好，还送人家。哦，我把我脚压扁了，哎呀，哦，好痛，我压到我自己手指头了，扁了，好痛啊！扁了我的手，啊，扁了，不聪明啊！先吃晚餐，好的，拜拜。哎呦。我的圣诞 T 买了，耶、yeah! ！你很棒，耶、yeah! ！我的圣诞 T 很好穿，很适合平常穿出去，一定要买啊，买起来啊，各位，买一波，买起来。等等回来，好。可以给你们看生日贴，因为那个公司已经有一件了，还搞不好可以给你们看一下，没钱买了，7800，哎，怎么那么多啊？好可惜哦，下个月。下个月买我的生日 T， 生日 T 比较特别、啊，生日 T 特别有纪念价值呢，自己设计的，买一下吧，买，我叫你买，哦，这样好笑没有？买一下，生日 T 也难得自己设计的，有样品了，昨天前天的时候才看到的，但是那个还不能拿，就是那个还不是可以，不是正式的。圣诞 T 是黑色还是深蓝？深蓝色，深蓝色比较好穿出去吧，就是你们那个。男生不都喜欢黑色或深蓝色或灰色这种吗？因为那个弟弟也是，就是我弟啊，我弟他也是衣服都是黑色跟深蓝色，对啊，就好像男生都比较喜欢穿这种颜色的感觉。谢谢芊芊的真情告白，耶、yeah ！夏日约会哦，没关系，夏日约会 OK 的。不用抱歉，我们生日会见，不用抱歉。你喜欢黑色啊？深蓝色也很好看啊，平常也很好穿，留一件呗。有人设计。狮子座图案简单又明了，哦对啊，你说我吗？我是画狮子座耶，你们看得出来吗？
有看得出来吗？单纯因为白色很容易脏，是这样吗？可是白色也很好看，我自己衣服就蛮多白色的。要是黑色就多买两件啊，买三件是吗？买，多买一点平常穿嘛，好穿的呢，好穿的啦。深蓝也很好看的 ，OK 的，没问题的。深蓝跟黑色差不多了，很像哎、欸，远远看差不多。你就是狮子座，啊，你也狮子座，跟我一样，我也是。抢不到票可以跟我约会，100块哇！冠宏靠这个赚钱。金牛座穿狮子座衣服会不会打架？不会，因为那个是我特制的，我特制的狮子座衣服是所有星座都可以都可以开开心心、和和平平的穿它，开心的穿 ，OK 的啦，不用担心。深色的圣诞 T 碰上三三我说会有，啊？什么意思？那我要跟冠宏约会，100块哎，这样就可以赚100块，有点想问一真，问什么？双鱼座穿狮子座衣服可以 ，OK 的啦，很可以，非常可以。户外握手会哦，对，对，深色的吸热，啊、哦，那真的会很热，还好还好。下次应该就会是，应该是室内的吧？哎，我觉得户外超级热的，户外我都觉得我快中暑了，还是算了，为什么？你说啊。我看看，我可以看看，还好买对了，差点两个星座就打起来，不会，我的是特别跟所有星座都可以和平相处的，哦，肚子饿啊，我应该把午餐拿出来拿过来吃，我午餐还没吃完。会看到更湿的你走来走去，你那天也没有很湿啊，还好啦。户外会出事，户外真的会中暑，超热的。而且啊，而且我那次刚好是那个嘛，就是中午的时候，哦，那个时候艳阳高照，那个时候真的是啊、哦，感觉要烧皮肤要烧焦，就是皮肤快烧起来的感觉，那实在是有够热。正中午太阳超大，超热。天秤跟狮子很合，真的啊，我不太知道这种，我没有在研究。午餐对啊，午餐还没吃。你自己说我超湿哦，没有你对啊，你就是你很你还蛮湿的，但是还有很多比你更湿的，还有很多更看起来更热的，还可以。会融化掉，我也觉得会融化掉。握手会没去，七夕肉生会有去啊。我的生日会也可以来一下，我们的生日会也可以来一下。特工借我挡太阳。没关系，来不及了，已经过了，来不及了。你好 ，Hello， 你好，嗨，你好，快变午晚餐了，快变晚餐了。对啊，我觉得
我等一下也没有时间吃，等一下要回家。女生不是都很爱讨论星座吗？会吗？还好吧，没有特别喜欢讨论，偶尔会看一下啦，没有特别会讨论。中午跟椅子握手，外面的天气都不算什么。可是还是很热。你们还好，你们都没有中暑哎，还好没事。如果你们中暑就难过了。生日会有消息了吗？应该快了吧，八月了。生日欢迎。没钱了，高雄去台北，谁在讲话？谁啊？这声音是谁啊？听不出来。哦，潜水兔住高雄，哇，那真的蛮贵。嗯，谁在唱歌？听不太出来。小晴吗？出来，生日会何时出来？参加你的也是我的，对啊，一起过生日。八月，偷听啊、哦？我没有偷听哎，他就在我门口那边唱，可是我不知道是谁，我没有偷听哦。好像就在门口哎、欸，好像就在门口，应该不是我们组的，我们组的还在练舞，应该不是我们组，不知道。把门打开，不要啊，尴尬，搞不好他不知道我在直播哎、欸，这样不行，尴尬，不要，正大光明在听，对对对。对，我就是正大光明的在听。嗡嗡，应该不是，感觉不是，不太一样，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嗡嗡。结果是姐姐在外面唱歌，哎，有可能，哈哈，我还是不要乱开门好了。对啊，好好奇啊、哦！啊，算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啊，是你啊，哎呦，是你在唱歌，冠宏，了解，不错听耶，唱得很好听耶。从声音大开始想，我不知道。我觉得是小晴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小晴，是小晴，是小晴，我听出来，我听出来了，是小晴。谢谢天天 love， 唱回去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行，口音有点像，嗯，应该是，是小青，拉来玩，不要啦，他应该不知道我在直播，这样很尴尬，不行。
他都不知道被你们听到。Sakura 组没有没有，他们没有，他们今天没有，好像只有，不知道，是另外过来的吧？ Sakura 组今天没有团练。把头目拉来玩，乱入直播。他在哪里？小盒子啊，不要，不要让他知道啦，这样子很坏，这样子有点，他以为主角在外面。祖祖好像在，祖祖好像今天有来，但不是来练舞的。又有人在花心了，对啊，芊芊你不能这样子花心。好像不止一个人，好像还有其他人，是吃饺子啊？是的，真的，我自己也听出来了，是的，一定是啊，绝对是。但是还有一个人，还有一个在旁边笑的，那个我听不出来谁。问一阵一下多情雨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，我不太知道。这国文也太复杂了吧，我不太知道什么意思，分不出来。太复杂了，对啊，我国文不太好，不太知道差别，就不太知道这个词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今天也一小，对，一小时，好想开门哦。偷偷看一下，去看一下。哦、不行，我不敢，我怕。我不敢。看不到。紧张啊！我不敢，我怕，我会怕。嗯，啊，我觉得算了，还是不要开好了，还是不要开好了，不要开，等一下尴尬真的是。
们像做坏事。对啊，真的是，我怕嘛，哎呀，我没看到人，哦，我只看到他的脚而已。他坐在我斜前方的沙发上。我只看到脚，没看到脸。好，就这样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偷听？我没有偷听，我从头到尾都待在这边。我没有，但我不想听，也不是也很也不行啊，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，我不想听也没办法，我从头到尾都在这边，他们刚刚才来唱歌的，我没有想听，真是的，讲偷听很怪哎，不是。有开跟没开一样，可是我看到。我看到腿了，我看到腿，我看到他的脚。好啦，真是的，不要看了啦，真讨厌，真是的，紧张死了，紧张死了，然后还没有看到脸。被强迫听的，哎，别，也不要那么讲了，强迫也太夸张了，没有啦，就是自然而然就在旁边听到。刚刚卢卡昨天打招呼，林一跟教主了，哦，真的吗？听出来，真的假的？听出来了，那么厉害，我都没有确定。谢谢莎莎的玫瑰。我肚子叫，对，我肚子叫，好饿。肚子叫了。哦，应该把食物拿过来，真是的，我饿了，我饿了，我肚子饿了，我要去吃我的午餐。谢谢 Lawrence 的 kiss，Hello， 好久不见，等等记得要吃东西 ，OK 啦，会啦，现在来不及了，没有拿过来。会心疼，午餐还没吃，我午餐只吃了几口而已，然后就练习了。我要吃什么？我吃我的午餐，我吃我没吃完的午餐。跟妮妮、米娜还有卢卡一起去买的蛋包饭，啊，肚子饿，真是。今天好像都还没吃东西，啊，真的假的？你要去吃一下。我就是，对，我就是，我今天就吃了那个我买的午餐，就，但是还没有吃完，就吃一点点。有事先离开，拜拜。
回家了，拜拜，下次见。去拿晚餐啊！我也想拿晚餐，肚子饿。谢谢花生什么树的玫瑰。肚子饿，饿死我嘞！跟咪娜一起吃蛋包饭，对，我们买一样的，我们四个都买一样的，大家都买同款，大家都买一样的午餐。我现在那个排名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对，差不多了，只能吃泡面。不要那么，不要只吃泡面啦，泡面吃多了对身体也不太好。要跟朋友去吃炸鸡咖喱，那么好，我也想要，我也想要，很好啊。那边哪里有蛋包饭？没有，我们在，哦，我们在北车那边买的，对，北车那买的。我也好想吃好吃的蛋包饭。OK 哈 ，OK 哟，去吃啊！练习辛苦了，不会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树林那边的烤鸡特别好吃。树林鸡腿真的吗？哪一家真的有还是假的有？你在骗我吗？好，现在那个排名好了，我现在也没有其他资可以看哎、欸，我现在没有其他手机可以让我看排名，我就念我这边的好了，我就先念我这边的，哎、啊，有错的话你跟我讲一下，应该没有错吧？应该不会错的，好像还蛮清楚的。就这样，树林烤鸡腿真的很好吃，是哪里啊？这什么意思？哦，蒙甲的梗，我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这是什么、啊？吃鸡 solo 赛，拒绝。好嘞，我现在念一下吧。我肚子好饿，我讨厌。糟糕，肚子一直很想叫，真的是。第十名，娇娇娇，谢谢。第九名 ，Only Alpha， 谢谢。第八名，嘉宏，谢谢。第七名，阿米，谢谢。第六名。虾虾，谢谢电影的人哦，我不知道，没有看过。第五名李佳乐，谢谢。第四名 Lawrence， 谢谢。第三名三三糖，谢谢耶、yeah。第二名芊芊，谢谢。第一名花生神魔术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你。Hello 水锤。去吃饭，好，等下去吃一点。可以念第十一名吗？哦，十一名吗？我看看。啊、哦，快乐帮实习生，哭啊羊奶，谢谢。哦，按到结束直播。今天没厨子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事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好啦，你的浪花都不见了，跑去哪了？用去哪了都不见了。啊，肚子饿。啊，喝个茶，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我再播个三分钟，再关。
跑去台中。哎呀，好，跳大三创，哎呦，要喝完。练习加油，谢谢，谢谢。乌龟给我的，那么好，谁那么好？我也要，给我一点，我也想，要不要给我一些？我都跑去一真的圣诞 T 给你了，期待。OK， 耶、yeah. ！期待你跟我穿一样的衣服。Yeah. 期待你的礼物，耶、yeah. ！他把我丢上小时了，啊，真的假的？那么厉害，好猛哦！阿丽说加油，阿丽今天没来。阿丽今天没有来，他今天不，他今天应该不在，我今天没看到他，他今天应该没来。水瓶给你，不行，吃饱了 ，Hello， 玉祥，我也差不多，我还很饿，我还很饿，我完全没有饱，我要去吃东西。跟祖祖，祖祖今天没有练完，祖祖不是来练舞的。握手会给生血，有我拿到了，拿到了，谢谢你给，拿到了，谢谢。被拒绝了哈？我什么了什么？我拒绝了什么？我自己都没发现。哦，水瓶啊，那个好像不然给你自己去找，我放在公司的垃圾桶，我不知道怎么给你，我也没办法。跟米娜说加油啊，好，可以。我们都有听你的玫瑰指定款，对啊，你们指定款要自己留一下，指定款留自己留好，可以跟我说声加油吗？加油，冠宏加油，加油！昨天今天站了三班，还辛苦你了，加油加油！好了，差不多了，我们拜拜了，下次见。拜拜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下次见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这次有多定，可以给指定，谢谢耶、yeah 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我刚好要关两个，刚好要趴下去。
拜拜。